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今天要来抽卡啦。我们今天抽的卡是 S1 选手包啦，一样是50抽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刚开始10抽，这个没有闪，但是抽到了一张明星赛的两张隐退，还可以。哦，这个有闪，我抽到一张17年，还有一个明星赛。所以我讲错了，前面那个不是明星赛，那个是全明星。哦，这个是明星赛，全明星。我去看一下，刚刚两张都是全明星的啦。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20抽。20抽抽到一张隐退的，可以。那这个就没有了，这就烂卡。第30抽也是一张隐退的。我这个两张隐退的。剩下的都没有。第40抽又来一张全明星的，可以。那这个就没有了，这都白的，特别烂。最后10抽那抽到一个10000的，那这个没闪，也是一张全，不是，这是隐退的。那我们把这个也抽完好了，十个嘛。第5抽，该是5抽，17年的，可以，17年至少有一张，虽然它没有闪，那这个就没有了，废卡。把这个也开一下，就开到了比较贵的是陈宏文，18年陈宏文，还有一张19年的林敬凯，那剩下就詹子贤好一点，这个林荫权就没办法了，没救了，太低了。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